者 C.S. Lewis， 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拢真爱伊的作品。啊，伊有写一本册，叫做《Four Loves》，吼，就是讲有四种疼。啊，伊将疼分作四种，第一种就是上帝对人的疼，迄是无比的疼。另外三种就是讲人甲人中间的疼。伊在人甲人中间的疼内底，佫分作三种。就是一般朋友的疼，夫妻的疼，啊，甲人生，亲情的疼，朋友的疼，甲夫妻的疼，吼，亲情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个讲法，予真侪人真介意。你讲，咱知影有一个股神哦，做巴菲特吼，伊是足够做股票。伊讲，敢若做股票会当成做世界第二好起来的人，迄就是巴菲特。总是这个人，伊真勤俭。伊虽然是世界第二好起来，总是伊驶的车是迄个 Ford 吼，足普遍，可能二三十年一款车就驶啊。大个厝嘛是足普通个厝，就是住讲什么几千万，还是讲几亿个厝。总是伊所要做个着，是个，就是讲伊将伊所有个财产，差不多拢奉献出来做慈善个事业。伊甚至无将伊个财产来交予伊个囡仔。啊，所以伊所要实施个就是。一款无私的疼，啊，这就是咱东方人较强。因为安尼个缘故，伊嘛有一摆来到中国，要来遮好个人，选好讲，看恁会当来做遮个代志。所以约翰福音除了这以外，今日咱所讲个最大个改变以外，约翰福音嘛，佫有强调一个。就是讲，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人的痛心无比这搁较大。这是伫十五章十三节内底所讲。我伫2003年迄当中，我伫台湾新南医院服侍。迄当中有一个机会，我去到泰国开迄个亚洲迄个新南图书馆的委员会。我是代表台湾去参加，啊，开会完了后，我无随转来台湾，我就加留几天在拜五拜六礼拜。啊，因为区公所可能知影我是爱迄个火车吼，火车迷，所以我就讲安尼，我爱来坐一段火车，泰国的火车吼。啊，迄条火车，咱称作。死亡的火车咯，死亡之铁道哦。啊，这个故事，检查咱拢知影。咱伫1960年左右有一个电影叫做《桂河大桥》哦。桂河大桥迄个电影内底所咧讲的，就是这条火车咯，所起起来迄个桂河大桥。啊，当日本迄当阵，伊咧二次世界大战，伊想要打伯马，甲迄个，即摆号做改名啦吼，缅甸甲缅甸甲泰国连起来，所以做一条铁路。啊，因为经过所在拢是真热个所在，啊，佫规个拢是原始丛林哦，所以。真困难来去做，为着爱人过，伊用60,000的迄、那个，咱讲战俘啦吼，互日本订起来，大部分是英国人啦吼，啊，佫200,000的当地劳工吼，因来完成。伊本来按算6年要完成，总是后来，伫18个月就完成。啊，你着知影。
因这是无眠无日落去做遮个工课。当然，因这两种诶人待遇无共款，遮小台互掠落来诶人待遇较歹，因为遮即另外一20万是一般诶百姓。一般的百姓伊就抬不高，因为伊这无咧甲伊对抗。啊，这俘虏，所以因就非常对因非常的严，非常的刻薄。啊，所以伫这咧工作中间，因一方面咱讲亲戚的关系，互因感觉讲足压实。另外，伊互这日本人欺负。啊，所以当有一日咧休工诶时，发现着讲，那兼一支迄个烟枪吼，啊，所以即个军官就徛伫头前，讲恁啥物人偷摕即个烟枪徛出来，若无吼，就是规队拢爱拍死个，逐个人拢去看我，我看你，那有人要夹烟枪，敢是暗时要做法，毋则爱夹个烟枪，讲算诈吼。算到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站出来讲是我替的。啊，这个军官为着要抬价架高，我把这个人拍死。当然，这部我大家看到真 shock 吼，真震撼。总是到第二天要算工具的时候，发现讲烟枪拢伫个无欠到半支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个。这些人，伊就知影讲，迄、那个人是为着我来牺牲。伊若无徛出去的时，大家拢爱死。总是，我碰是对伊真歹个。哦，因为大家咧做工课，拢看会当兼做过，你先做过，啊咧抢物件的时，囥喺伊碗，搁来抢来食。是安怎个为着我来牺牲个件事？当然，后来知影这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对迄点开始，因的生活拢改变啊，人甲人的关系变作有情中间，因无搁再冤家，无搁再抢物件，无搁再抢。这时，日本剑牌消息传来，照理讲，这些人会当起来的，这些日本官收益，还是讲那拍的死，嘛会使。总是无，又搁退人之道，所以这就是一种光用疼心来化解所有的代志。耶稣基督今日所用的经文，咱今仔拢真熟悉。新的概念，有时咱伫礼拜的时间，咱嘛会常常用这段圣经来告诫咱家己的信仰。当时这个圣经不是耶稣自己发明的，这是记载在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五节。这是犹太人因认为讲上界基本，所以因让囡仔有缘拢来读这段的经文，教因就是爱听上帝。另外第二段的经文是为利未记19章第18节出来。听上帝了后，咱来听啦。所以这嘛是证明讲，听上帝，搁听人，安尼上帝会听，才会当实施伫咱个中间。因为咱是上帝形象所做个，所以人才会变作可爱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有上帝听了后，咱听人才会真实。我讲家己的一个故事，我来有人讲我伫波士顿，叫我已经伫波士顿。我伫2004年开始伫波士顿读书，但是我到2008年的时候，我离开波士顿。当然，我离开波士顿有原因啦吼，因为我迄当阵。我伫台湾无项目啦，因为我迄个是哪里？伊想讲我就是做这個，无去做律师。总是也来去 Boston 做律师，做律师因为我无律师的资格，所以我爱为头开始，为头到
诶，传道师开始做起，所以爱去上课。2014年到2017年六月，我已经通过，讲我会当通报。当时伫即进程5月30日，我就阁甲教会阁迄个就是签约，因为传道师就是当年签约啦，我阿个就签约。当时中会一直甲教会通知，讲我已经有牧师资格啊，所以爱着阿洪讲。爱当阵小会议长，伊就无正经讲要甲阿洪讲，每摆开会拢无甲通知，爱家己嘛毋去，就叫副主席开会，啊，然后甲讲吼，讲这洪讲是真大个代志，所以上好是爱三分之一通过。安尼就是最后无输尽量卖红包，安尼个意思嘛。啊，这我拢唔知，一直开会开三摆吼，到2008年个二月开会了，我嘛唔知哦。啊，最后一个可能到我赞成我个人，就是可能甲我较甲我讲爱达同意啊，伊讲阮已经开会三摆。三摆拢无通过要来红包啦吼，啊我讲安尼真好啊，所以2月15日我就甲教会提出，说安尼我要辞嘛，吼、哦、因为咱个规定就是讲，你若要离开个时，提早3个月我讲。啊，迄当中我毋知影美国，我是伫瑞丰教区，就是咱讲归正教会，归正教会。咱若伫台湾吼，你若安尼出去了，你要找人来吼，我爱去找一个教会，讲伊要骗你，你才知吼。当时归正教会无安尼啊，伊甲我讲教会唔打红包，教会打红包啊。所以伫2009年诶9月12日，我甲阮查某囝，阮查某囝嘛读书啦吼，两个伯仔囝伫同一日。感谢教育，啊，所以我有时咧想讲，咱定咧讲上帝在开一个窗啊，吼，总是上帝在开一个凯旋门哦。啊，所以有时我感觉讲伫教会中间嘛是真好个学生啦。咱定咧计较这计较那吼，总是咱若退一步个时，检查上帝，上帝让。可能上帝要予你更加好的训练，所以我后来去北美足济教会，咱做巡回的牧师啦。啊，有一摆，小强文牧师敲电话来讲，啊，信仰你会当来替我牧会一下。我讲什么事？伊讲我怎啊要翻译文章为牧师官吼，要来翻做英语。我讲 OK， 安尼我就来。所以我就去加大，有这是加大教会退路的三公，啊，就完成一本英语版的文章为牧师的传记。所以伫这本的传记的完成，我家己嘛来家己记一遍的，讲那无我退路的三公会，伊无时间然后完成这个传记。所以我想起来蛮感谢的。伊无同款个教会，学习着无同款，就是讲学习着无同款个物件。啊，小牧师个人非常个客气，也非常个，咱讲慈禧好进啦吼。所以我阿未去进前，我应该是4月才开始，伊3月2日到上尾礼拜，就来讲你即礼拜看会当提早来袂？我讲啥物事？伊讲今天办要开冬节会啊，啊你来，意思就是讲要教我啦，吼、哦，你这个菜鸟吼，伊无安尼讲，我心内想嘛，讲你这个菜鸟，你来看我这个老牧师安怎开冬节会安尼嘛，啊，煞了，我也问讲啊，牧师你头安怎到会友开工遐，到这冬节开工遐久？伊讲教会若要运营好势吼。你甲遮讲一个关系好啊，所以问讲恁家有生无啊？家有
有长大无吼？即款代志，甲人讲讲的时，咱教会时间就较好去。哦，所以咱讲姜是老的辣，大概就是。啊，所以你讲上帝后啊，离开 Boston， 敢毋是开另外方面开始的考虑？一个新行业的院长亲自来教我，讲按怎做，才会较好势。我拄仔来时，已经落来加一张教会公布，伊讲这张，啊，其实这张我有看着，我这礼拜日我去台南时，啊嘛去公布下，哦，啊因伊着公布下的人，伊就来讲啊，这期会刊出来啦，吼，啊，我昨昏做日已经看着，看着这个文章，我伫长岛教会。而且非常的快乐哦！啊，我感觉讲，咱海外的台湾人，伫海外当然爱甲地方，咱讲对方笑起哦，归正教会，咱爱做真好个事工。总是一方面，咱伫美国的台湾人，咱犹原爱关心咱本土，咱讲 motherland 哦，祖国。教会，哦，所以我伫遐是非常的注重这项代志，啊嘛感谢遐的同志，还是讲遐的朋友，非常嘛支持这个代志。所以，阮伫遐的时间要关心台湾，拢会当做到真好势。哦，除了遮新行业以外，有缘有做真济，哦，像讲恩友之家吼，还是讲挂菜机会，每年。为美国炸子进来，虽然毋是济钱，总是表示对咱国家个遮个代志有关系。这就是听个真正个实践。所以真正个宗教是听上帝，并且听上帝教义个形象所做个人。所以即款听听上帝甲听人，毋是单单咱个即种个情感，是将咱家己亲像。我如讲诶，讲献家己做偌济来服侍人，那我们安尼诶时，那就知影咱是主诶学生，咱做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今日我会当来到义工，做伙甲遮个乡亲姊妹敬拜俄罗斯。阮知影即个教会是为着伫你诶名所设立诶。这个教会非常伟大的精神，就是将听变作听的一个所在，也是你的公义显现的一个所在。也求主你继续带领这个教会副牧师以及全体中职会友，让因会当唔单是公义的坚持，也唔忘伫听的面顶会当。搁较来实践主你所交代阮的任务，阮爱恳求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来。